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，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努力，忍受孤独和寂寞，不抱怨，不诉苦，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。人生如茶，刚开始总是苦的，但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逼着自己喝下去。茶只会苦一阵子，酒之便苦中回香。